迎收看国光帮忙。百年结婚热潮，许多艺人步入婚姻，但还有一批罗汉咖以及剩女苦苦等待良缘，究竟他们出了什么问题，无法搭上幸福列车呢？不想当倒数第二个男友小钟，单身真不好陈为民，我的眼光非常高木西言，眼光要开阔廖慧英，台版全民情圣卢丽萍，单身是好还是坏？2012一起要幸福。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助理主持郭宗威。欢迎收看《国光帮忙》孙鹏，单身自由。我邱文，大家好，大家好。哎，郭宗威来。干嘛举手啊？你真国中生哦。对啊。文威，嘿，有个男朋友？没有。单身多久？哦，不想算。今天要讲什么？2012为什么只剩我单身？哎呦，那秘密。好，希望你赶快找到一个喜欢你的男生。好，谢谢。今天呢，除了请到我们的廖慧英老师之外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相亲银行的秘书。哎呦，哦，所谓的相亲银行是什么单位啊？就是帮单身的朋友做媒合的配对。哦，就是以前的婚姻介绍所。但是我们有网站，还有一对一的实体的那个安排的。实体，对，就更进步了。更进步了，不是只有网络虚拟的那个互动而已。是。那接下来这三位呢，就是好。请问一下，陈为民先生单身多久了？几个月的？放屁！刚有那个声音是哪里？我不知道，很奇怪。几个月了？几个月？为什么单身？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单身呢、啊？其实你现在单身应该是休息的、啊，什么？你要休息一下。我已经单身到变成习惯，不要一直聊，你不要一直那种，有时候休息一下。你聊什么身体啊？你有放过我吗？他一直持续的 test 中。哦。但这一位单身，我们就觉得非常奇怪。嗯，谁？木西言。哇。木西言，你没你。来人，请到这边来。哇。哎，你知道为什么？你怎么会单身啊？对啊，我单身对啊有一段时间。那你单身多久？大概一年多。怎么可能会这样？对，怎么会这样？但是其实我的单身是一直都有约会对象，就是说我有男生追求。对，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年纪缘故，再加上我觉得现在男生其实都还蛮想定下来的，还是我遇到了。所以如果一个男生跟我说他是很急，很往婚姻这个方向，就有压力。对，我就会有压力，那我就觉得说，哎呦，那我不要，我觉得我对婚姻还是有一些没有参透的地方，是，所以我就不敢说先我到现在还没，我现在也没参透哎，对啊，天才小廖没参透，廖老师你需要这么急的讲吗？非常急，我也没参透，对啊，因为我想没有很少人会参透哎，真的，老师你不要急，参透了就原籍了，我刚就讲了，就跟那个。那你讲嘛，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喜欢细心体贴的男生。细心体贴男生很少。那年龄呢？年龄就是跟我差不多，或者是大我几岁都可以。几岁？15岁以上。我10岁之内都可以。我10岁还 OK。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大我10岁之内如果还没有结婚，男生突然有点怪怪的。那离过婚的 OK 吗？我自己本身是 OK， 但我下巴很长的。电话几号？okay. 好，那个，所以说其实你的要求不高，只要细心对你好就好。对啊，我觉得没有很高，我对身高、长相或者家里环境。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就是女人太强，那男生自然而然就会有压力。那我觉得这样的男生就只配跟很弱的女生在一起。我跟你讲，我们有个好友，我们有个朋友拼命挑战这种，就是哇，女生很强的。嗯。小钟。小钟的另外一半都很强的，对，太强了哦，太强，都很强。小钟温柔，小钟这几天心情还好，心情都很好。我说这几天呢、啊，他怎样？干嘛心情不好？我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边看报纸都莫名的哀伤。干嘛哀伤呢？哎呦，去泰国节。
要不然我们大伙兄弟陪你去泰国走一趟。苏婉不行，不要啊，干嘛去泰国？就可以重游一下，随缘。我很久以前就去过泰国，去过了，对不对？已经去过了嘛。对，人家组、okay、了，人家组这个弄完婚礼之后，我们去帮你。同一个位置让你站，我们在旁边看，这样好不好？不用啦，不用、哦，没有啊，对啊，带那个人形立牌去。对啊，对啊。心如刀割哦。不会啦，干嘛心如刀割？喂喂，今天脸色有点怪怪。有吗？哭过哈、哦？不会啦，你已经难过到不承认自己是小钟，要挂陈威名。从今天开始新的开始啊！没有啦，真的，而且你多惨，知道吗？你看现在画面，连画面左右就是两个啪啪。没有，就是上。那我觉得穆小姐很棒，很棒。来，站在旁边来。而你们在化妆室聊得那么开心，真的。留电话。哦。流行的。真的假的？搞笑。男方多一个。哎，不错嘞，好配哦。哇，哎，不错，好配，好配，超配，不错，超配，夫妻脸，像。你在过什么瘾啊？好像啊，有像，像。来，请坐。小钟单身多久了？我单身哦，哇，三年多了。对啊。哎呦，三年多了。那哇靠，伤得那么重、啊。不是伤那么重，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到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不是，因为到我们这个年纪，大家就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子适合我们了，所以就不会浪费那个时间了。是忘记他刚刚讲的。可是你说像我今天是来陪你们相亲的，我们演艺圈男生三年多没有交女朋友，几乎只有你一个。对，这是真的，对不对？可是你前一阵子发说你想结婚了。哦，对，我一直很想结婚啊。可是就是看出来。对，很想结婚。哎，我还那个去弄这个，哎，他说你帮我弄了这个姻缘线，有用吗？其实没什么屁用。经过我们刚刚这样聊天之后，廖慧英老师，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单身？我觉得他们碰到错的人太多，就表示他们自己其实一直搞不清楚。那么有些人会觉得，我不知道啦，因为维明因为结过交嘛，对不对？怎么讲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说不定他们之前年轻的时候一直觉得说，可能你们要的东西，你们会要求一些，你们要求的对象都是只注意他们的附加价。嗯，比如说一开始。是帅的漂亮的，你不要不敢讲，他不会勒你脖子。我不怕他们，你们是九孔，我一点都不怕他们。OK，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其实浪费时间在爬那些不是你应该要爬的那些人，你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你要的。针对小钟讲的，对，对，像你就是要正的嘛，没有正你就一定不趴嘛。正啊，对，一定要优的，一定要优的，一定要优的。对啊，那个又怎么样？那个优的话，里面也许不是优的，是全是黑黑一团呢。而且为什么他会这样一直单身？他要求又不高。他要求的不高，我觉得他因为他里面太黑。没有，他其实他讲说，我只要细心温柔的，其实我认为他要求的一定不止这样。对，你看看，是他讲的是。他认为就是他自己，其实我只要求这样。可是如果你碰到一个，你要求的一定开始很多，不是这样子。而且不信你问问他，其实感觉像，可是像他外表或收入什么的，这我都没有在看。可是我觉得像你这么高哈，身高已经这么高，又这么漂亮，一般男生不太敢接近。对呀，对，对不对？那是之前没遇到陈伟宇。想把他不切实际当众调戏良家妇女，其实我也 OK， 我也觉得你 OK， 哎，年轻人结婚，哦，来，那结婚了就上去，好像看电影一样，就是不要去搞那个过程，反这样很难找到对象，这样算了，但这跟交配你又想结婚，对。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帮忙！那小钟怎么办呢？我的缺点就太专情。今天这种日子你要这样说他，我觉得太可怜了，抱着那么大一个天，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卢小姐，你一定要救救他。你知道他上两个月的时候啊，客凡哥打电话给他，是，然后刚好客凡哥跟我在一起，我们在工作，客凡哥打电话给他，他居然孤单老人一个人在吃刷刷锅，哎，可怜哦，一个人吃刷刷锅，而且他那个锅不用加盐，因为他的泪腺，人家说他加到不要加，已经太多了，太咸，够咸。
盐的爆皮，吃火锅吃到一半来卖钱。你都有看了哦，自己电视上亮出来。小时候你的妹子，对我的，所以这个教训告诉我，如果以后分手之后，一定要比前任女朋友早一点结婚。不要再乱讲了。廖老师，那你的先生是当初你理想中的另外一半吗？其实应该也不是，但是是这样，因为他其实就是外表有型，不是啊，不然你是为了钱哦。你记不记得？他超穷的，超穷，那就是为肉体。但是根本不知道肉体怎么样子，我连个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是同事，但是就是说同事啊，很多同事，然后就有很多工作会坐在一起。那话我还在回味，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肉体啊？不是那时候不知道了，现在当然知道，笨死。你要不要听我讲话？都在问我话。所以那个廖老师另外一半也是作家咯？不是，他是设计的，设计师的，是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后来自己反省是，我有点趋向于选我爸爸那一型。我爸爸有170几公分，但他是很阳光嘛，是。然后他也，可能他是工程师，是，英文都很棒，然后户外运动很好，他可以仰，就是仰泳。可以，我们小时候可以坐在他肚子上仰泳。这么厉害，很厉害。对，我靠，你腰力可厉害。小时候他是海泰哦，海獭哦，还可以，还可以，所以他被别人敲了，是这样。而且他2012你没在怕的嘛？我爸爸90岁，坐着爸爸就出海去了。喜马拉雅山没在看，所以我老公是蛮阳光的那一型，是。可是在一起之后，当然你觉得说，哎，好像互相吸引，可是他脾气很坏。常常约会的时候，我们在马路上吵架，他就把我丢在那边哦。是。我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把我丢？你约我出来，你把我丢在马路上。是。所以我高跟鞋一脱掉，就这样对他的头丢上去。你也蛮厉害。对，我也很生，我那时候脾气也不好，所以我们其实认识10年。是。但是经常吵架，吵到就是我这一辈子绝对不会再跟你见第二次面。所以我们有时候半年没有联络。10个月没有联络，所以10年是这样过来的。最后我觉得会在一起，是因为我已经32岁了。那么老实讲，就是说当时有几个很多，就是有几个人追求者，对，有几个追求者。那个年代32岁算年纪很大了，因为我本来是不结婚，是我妈妈的意思，你干嘛？你要打我？因为我妈妈小时候一直觉得说，她有一种，她对婚姻其实没有很有好感，是就说你何必结婚呢？你如果像你现在拿那么多薪水，然后每天穿得漂亮去上班，多开心！哎，多开心！你何必？你看看你跟你爸爸跟我这样子，所以他是希望把我留住，然后就跟他在一起。所以其实我到30几岁都一直想到不结婚，可是有一次我就觉得说，当然这样讲就是有点的，就是说我右边卵巢生了一个，哎，左边卵巢生了一个瘤。那么当时是下黑血之后才去要去开刀。那当时因为我每个月赚那些钱大概都拿到家里去了，是我身上是没有钱。那时候我记得好像要50000多块的那个手术费，所以我就跟我妈讲，高的，我就跟我妈讲说，你可不可以借我？我一个月除了每个月给你的20000之外，我一个月再多摊10000块还你。我妈第一口就回绝说，我没有钱嘞，我不是不借你，我没有钱嘞。那我知道他有钱，但是没有证据，我也不会说你有钱，你明明有钱。然后呢？过3天，我正要在，我就要想说我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听我妹妹姐打电话，我在上班，她打电话跟我讲说，你不要傻了，你以为妈妈没有钱？今天我兄弟一个人回去跟他要15万，他马上领出来给他。我只不过跟他借5万，我是要还的，而且他所有那些钱几乎那几年都是我给他的。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说，我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你是我的母亲，为什么你对我这样子？那我为你留着不结婚到底对不对？对啊，那时候才想，才转了那个念，是啊，转念是这样转，对，是，这是断，对非常悲惨的一个，对你来讲这个打破游戏嘛，很，就是那时候是几乎是含泪做这样，而且你知道开完刀出来就是醒的时候，病房没有一个人在，哎呦，哇塞，怎么会？而且那个医生跑来巡房跟我讲说，他本来要保住我的左边卵巢，但是那个瘤粘连太厉害，所以就把它割掉。哎呦。你想想看，我还没有结婚，我一个人在那边听到这个消息，然后我母亲他们又还没有人来看我，而且那个医药会是怎样？是我的曾经追求过我的一个男孩子，有一次上台北来跟我联络，那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过两天要去开刀了。他说在哪里？我本来在另外一家，他说你到中心诊所好了，那家医院比较。我说那一家很贵，我说我现在医药费我都还在筹。他说要多少钱？我说大概要5万。然后他就说你没有证，我说现在没有。他说没关系，我现在马上6万块给你。他说6万块这个不用，就是朋友在任何，即使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都会借这个钱。那这个钱就说你有的时候再还我。嗯。而且他还另外再包了8000块给那个主刀的医生。哦。所以我是那样开刀，这样的开刀，所以我就想到说，为什么我家里人会这样子？我就觉得非常难过。所以你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油麻菜》。是，就是那时候是经过很多这样的打击之后，很多想法出来，对，就是很多事件出来，我才觉得说我到底这样对不对？我这样把我的一生投注在这里，对不对？那我就想，我结婚之后我还是照顾你们了，是，可是我就不想继续这样子，是是是。其实我觉得讲得很对，像我之前也没有那么痔疮，对不对？我之前也没有那么强烈想要结婚的感觉，可是有一次被放杀这样两次还不想结婚，没有啦。可是有一次我爸他是生了一场重病，他说一直很期待说可以看到我说有一个孙子，是，那一刻我说啊，可能会留一点遗憾给爸爸。那时候突然觉得，哦，是不是真的要很认真去找个对象结婚，然后生个小孩，给爸爸有个交代。对，那你现在那个精虫还够吗？几乎都断头断尾。吴老师，请问一下，在那个所谓的大家相亲的时候，男生跟女生他们所谓的他们要求的东西或他们重视的东西应该不太一样。没错，男生比较重视。男生不管是30岁、40岁、50岁，通通都要年轻貌美，身材好。嗯，那女生呢？女生的话呢，就是要这个财经地位。之前有人在报名，他讲太快，他说我要看男生的这个射精能力，有相票，又谐音，社会经济能力。孩子会比较注重男生的财经地位啦，经济能力，社会经济能力比较现实一点。我觉得有一点我要跟女孩子讲，就是说，如果你想结婚，我觉得你要先弄清楚说，其实大部分都应该要结婚啦，不结婚的大概占很少比例。对，那你会听到很多女孩子说，你看我们这样不结婚多爽，怎样怎样，那都是骗人的，是，有一半都是骗人的。是，所以我还是鼓励女孩子，如果要结婚的话，应该要尽早在28岁以前，你就要尽量找到，就让大家知道说我要结婚。是，那么谁赶快介绍什么，你就尽量讲这个事情，多的机会你就可以多看到比较对的人。对，那么男孩子20岁也要找20岁的，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也是要找，都要找20几岁，因为我们专情啊，对啊，而且我们配，我们停留在20几岁，我们20几岁还没过，我们怎么过30岁？对对对，这样说是不公平，但是男性择偶都是这样子，是，对不对？对。不过我这边倒是有一个建议哦，刚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你手上的线嘛，对，小钟是说潘若迪老师给你的，对对对。最近我们看他结婚幸福美满，他前一阵子在电视上跟大家分享，前一阵子生一场重病，那这个气胸，对对对，他这位素人女朋友不离不弃，把屎把尿的照顾他，嗯，对啊，我觉得他讲到都热泪盈眶了，是找一个真爱，而不是常常会比较是迷恋。太过辣的不想定下的女孩子，小钟不会啦，小钟不会迷恋辣的，他只是想夹而已，他没有想。我射精能力也不错，刚刚很多女生喜欢我，社会经验算丰富啊。你也要注意人家的父母是不是很挑的，因为刚开始交往真的就哪里错给我哪里错。也是有地位的，没有错，都有脸的。但是有的父母挑的不是这个，他觉得这个行业说运不稳定。男生生活品质差，御寒工具乱七八糟。我觉得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的生活品质都会降低。嗯，那是真的，对不对？我以前有一件那个军大衣，对，我就是穿那个军大衣在客厅就妥了。对，我也不会想要去床上什么盖被子，光光芒。做艺人呢，在父母亲的眼里面其实是弱势。嗯，对，对，对方父母改那个，觉得陈晓宗，我也曾经被这样过，因为对方的父母亲就是觉得，话没可以，你就是这个艺人，你是跟人家出来。你那时候几岁？20多吧，多快20几吧，26、27吧。嗯，就是觉得啊，你这个对不对？就艺人，艺人干嘛？我觉得艺人你也有啊，你也有，没有啊？
惊讶，伟哥是怎么状况？不是，我是说，全你这是下巴长，你干什么呢？你对下巴长可能是个原因，对对，不好打分。那你真的会有因为艺人的身份吗？有哎，真有，被人家嫌呐、啊，有被反对啊？不是，有真的有被嫌，就是交往的对象都嫌我交过把过一个妹很正嘛，约会两次，哎、很 OK， 两次也很 OK， 第三次出来吃饭，他就跟你讲说。我们不要再联络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哦，这我清楚记得这句话，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对，因为他的他是住什么世界？讲一个什么世界？对，哎，我今天好不好笑？哎，好好笑、啊。哎呀，我们是不同世界。搞不好人家想是年龄，而且我跟你讲，跟我们交往的女生，如果是圈外的，她的压力又很大。我曾经交往过一个，她就跟我每次跟我吵架，因为被偷拍了。她说我是平常我为什么要被大家检视我嘞？我为什么要被登在报纸上面呢？我说我可是我没有我无能为力，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就是艺人啊。当初你就知道我是艺人啊。可是她跟你年龄是不是有一段距离啊？不会差太多。对，她就觉得她觉得她没有必要让大家知道她这个人，她不想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她所以你干脆都交艺人算了，对不对？对啊。刚跟你在一起就应该知道对，可是人交往刚开始他都可以接受，可是当真的那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出来的时候他觉得他没办法承受，那是真的。因为我们常常我们有已经习惯了这种所谓的新闻曝光，对，那以前我们的女朋友也习惯这种事情，可是真的他不是艺人，当他第一次被拍上报纸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不舒服。对，对，为什么那么小？没有，我们闹都蛮头条的。那如果说像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有一阵子就变成说我身边人通通都结婚了，对，只剩我一个还没结婚。好，那时候就会觉得我就是不要结婚，是不是？不是，就是觉得是不是我不正常？会变就想说是不是我是个怪咖？你懂我意思吗？那你就怀疑自己有问题了。对，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你的朋友旁边的人都结婚了？那你会不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结婚？陈伟明，笑什么呢？没有，我觉得朋友，我朋友还有离过婚的，你说我这么觉得很怪。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周遭的朋友都结了婚了。没结婚，对对对对，不会，我不会怀疑自己了。我不会，我不会因为他们讲，我会替他们开心，觉得啊，你想要结婚的吧，结婚 OK， 啊，想要小孩，这样 OK， 很 OK 啊。但只是知道，就是说，反正有人结婚，这朋友就没了。那你自己呢？我自己怎么样？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啊，还想不想结婚？现在想，可是现在变成那个想法是不实际，就比较懒。怎么样不实际？现在会想要说，比方说碰到一个，哎。很 OK， 你觉得我也 OK， 我也觉得你 OK， 你觉得你也结婚，哦，来来，那结婚了就这样结婚，好像看电影一样，就是不要去搞那个过程烦，他妈还要约你吃饭看电影，然后大家互相猜你喜不喜欢我，喜不喜欢你，然后慢慢聊聊聊，我没有那个，可是你这样很难找到对象，对呀、啊，算了，但你这样跟交配人不一样，你又想结婚，对啊，没有人这样的，你要想结婚，啊、那我也想来结婚，没有这样，总要有过程，还是你觉得像动物一样闻一闻 ，OK 发情了 ，OK 了 ，OK 了。味道对了，对对对，去你店里不就干这种事？不是因为伟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已经经历过这个婚姻，就是我什么都经历过，但是你的对象可能是没有经历过，他对婚姻还是有憧憬，还是有憧憬，你不能省略他这一段。对，其实女孩子这一段对她来讲是很重要的，对，要不然你找一个她五十几岁失婚的女的带跟你写完，廖老师又不肯离婚。我问你啊，像你经历过婚姻生活，又没有婚姻生活，对，然后。有女朋友没有女朋友之后，我问你一个人的生活哪一点不好？一个人生活哪里不好？想不出来。一个人生活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哦，因为比方说，至少我啦，我觉得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的生活品质都会降低。那是真的，对不对？而且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更感觉孤单。怎么是？你想想看，那倒不会了。圣诞节、情人节，你看我那时候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的生活品质落到多差？生活品质很差、啊。我以前有一件那个军大衣，对，我就是穿那个军大衣在客厅就妥了。对，我也不会想要去床上什么盖被，我就在客厅就穿军大衣，我还把帽子一戴，OK 的啊，就妥了。对，然后早上起来因为不会冷，我就你衣服还穿着，然后慢慢习惯用报纸盖着自己的身体。他用茶几盖身体，喝醉了说
他回家，你知道，然后再走，直去房间，去房间，不要不要，我盖这个就好。那是茶几，没关系，就钻到茶几底下，钻到茶几底下去啊。反正我都穿那个军外套，就懒嘛。嗯，然后就是慢慢，然后吃也随便乱吃，对，反正矮。就是因为一个人就随随便便，不是你一个人怎么去餐厅吃东西吗？很难。怎么不会？我觉得是男生才会这样，女生单身的女生是可以啊，超好的。我一个人会吃饭看电影。我会一个人去吃牛排，没有办法看电影，好嗨哦！可怜的一个人，我临死我不要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看跟看电影太一个人看电影我还可以做得到，因为其实看电影是蛮舒服的，一个人不行哎，我没办法。其实像我现在结婚，我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对啊，很轻松。我也喜欢是你结了婚，朋友又要约，又是结了婚。单身的不能一个人看。你看我昨天终于去看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我太想看，但真找不到人看。我昨天早上去看10:30，你怎么不找我？我也是昨天看的。他虽然受不了，他就路边很游民了嘛。而且要找女的，我还戴一个黑帽子，戴一个口罩，戴一个眼镜，我就觉得一个人看电影很怪。来，进来了，陈慧敏。对，口罩帽子戴，下巴这么长。就是要给票的时候，人家看说，哎，陈大哥感冒了。我戴是这样哎，然后坐隔壁是这样，维明，脱下巴。可一个人这样比较容易，那我也因为很尴尬嘛。你怎么叫菜嘛？就是比如说去，你说牛排店，像我们这种一开门进去，哎，吴先生，一定给你弄一个大位置。哎，那另外一位他也不收什么。你说没有，我一个人他就。对，人家真的，你干嘛挑这种毛病啊？这是表演吗？然后他会觉得不是那个餐厅那个威德很像自尊啊，他就会觉得怪，他觉得哎一个人这样，然后啊那我们就啊那喝一个什么白酒什么之类的，那你就一个人喝一瓶嘛，那喝，然后他就再喝。我以为你难过，你不开心。那你说去中餐，你不可能一个人叫一桌菜，然后呢坐在那边，哦，今天有无形的朋友跟你一起，要不要帮你准备香啊？对啊，就很难弄嘛。那永远就是吃刷刷锅是最好的，对，一个人刷。对，或者是吃那种苏西吧还 OK， 那但你不能天天刷刷锅苏西吧。对，多吃。我以前去还是装自然，自己带个报纸嘛，哎，刷刷锅。看报纸，就不用跟人家讲话，人家会跟你一直哦，带报纸太好了，早上就卷起来，人家以为你带西瓜刀了。没有累了，敷一敷就多好用，你看，对不对？会有一些这些问题，你看，尴尬的话题是不是？所以你们现在，伟哥，你们现在如果再找对象的话，你的条件大概是希望什么情形？女的，我的。真的不是，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到这个年纪也有过这么多经历，哎，其实那个女的你跟她聊个一两次就聊了，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了？可不可以跟她在一起？看 feel 了啊。对。相亲银行美眉多，思想不正经。报名的女生有没有遇过很正很正的？然后是大概像穆小姐这样，然后。希望有哎，还真的有哎，真的有。这原因是怎么？真的有，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你碰到这么正，可以打电话给我跟小钟。可以。来要电话。对，要。真的啊。就要这个，你少要其他多少电话？对对呀，我找到他之后，我们也不用找客房什么，麻烦最大的那一头。没有习惯说，你可以去。一人。不好就生活比别人，对女生当然不会了。对。那小钟也不会，小还有一个就是每天都要约别人，这很。就是一到吃饭就开始想，哎，今天就开始打电话，哎，你吃饭没有？哎，你吃饭没有？很惨，我们一起吃好不好？所以到最后你一直打嘛，开始从好朋友开始打，到最后打到连马国贤都拒绝你的，我一定要找一个女朋友，就没办法打管区，哎，管区你在干嘛？我也是跟你聊一聊，吃饭好不好？对，真的，尤其是吃饭的，我觉得特别感觉到孤单，就是你真的找到。要找一个连同性的朋友找一个伴一起去吃饭都这么难，我就觉得啊，一个人真的好孤单啊，好可怜啊。所以说有时候去想要吃一些好吃的，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觉得有 Seven Eleven 真好。对，宁愿在家把买回来刷到连刷刷锅我都包回家自己吃，对，因为有时候你自己还没吃，你觉得旁边的人在看你在笑你，所以可能没有在笑你，可能一个眼神看你这样笑，你就觉得他在笑你，取笑你。对，就是自己觉得怪，你觉得怪。但是维明哥应该没有，别人看你真的是在笑。难怪你没有男朋友。逗人家。
可是其实单身生活其实大家都过过，单身生活也有它的好处嘛。哪有什么好处？哎呦，自由。这么凶干，自由。你说两个我听听看。自由。自由。告诉你自由，我现在把你丢到一个荒岛上，给你一辈子的自由，你就疯了。不是，我们可以在城市自由。对，我们荒岛嘞，不，我觉得，所以你还是喜欢家庭生活，对不对？我觉得那反而不自由，因为去哪里都很尴尬，你就连去买一个书吧，哎，都要混到半夜两三点才去，一般白天去，你觉得让人家觉得你矫情，哦，对对，很给一些装学问。马来西亚那个，我最近刚帮你打听的，农民之家有个位置，下面有大家庭。卢老师，那我们艺人是参加这个相亲就很难了，有没有艺人参加过？其实坦白讲哈，有记者。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就来采访。谁说出来快？可能那个业务机密不太多，你不认识。但艺人通常会觉得参加这个来太训了，是训的，训丢脸的。对啊，他们是艺人嘞，万人迷。正确的观念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来找我报名。真的，两位找我报名。对啊，然后放宽你们的择友条件。因为你刚才讲到重点，我们艺人参加这个就觉得不好意思嘛。其实一般社会大众还是会觉得，透过我们这样的管道。卢姐，其实我们要放宽交友条件。我们也不用找，这个也是吧。我们找你就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哎，跟我们大概条件相符。但是我讲的也不是说太差太多的，就是说可以再放宽一点点。因为找伴侣哦，个性跟态度是最重要的。其实个性最重要，真的，个性很重要。个性跟态度。可是那你那个来跟你报名的女生有没有遇过很正很正的，然后就大概像穆小姐这样子，然后。希望有哎、欸，还真的有、欸，真 的, 的真的有。那原因是什么呢？真的有，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老师，你碰到这么正，可以打一块给我跟小彤。可以可以。他们生活圈的关系，因为有的人的工作属性就是一缸子都是女性的伙伴。哦。那再加上过去谈过恋爱，可能三年五年分手了嘛。是。那分手了，那空窗啊。OK。对，那亲友的介绍，他们又觉得有人情的包袱。是。哎、欸，马丽，刚才要电话。对，要。真的、啊。是要这个，你少要其他多少电话？对对呀、啊，都有效率，而且又省钱。因为我们这边都是目标。随时叫就有，我觉得他算是随时叫就有，对啊，算什么？找到他之后，我们也不用找客房什么，他算最大的妹妹。你哎，小东出来，你谁呀、啊、你？你走开！我现在结婚，我现在有卢姐，我不要再怕。600多人在等我。可是像小东，我觉得他择偶他会比较辛苦，因为他荧幕的形象都是比较搞笑，比较谐星嘛，对，没有认真的。那往往女生都喜欢比较正经一点，正经八百男生，对不对？还有还有笑声有问题。对啊，如果真的会。可是我觉得小东已经有一个形象，就是说他其实基本上他是一个认真的人嘛。对。然后其实一个一直很努力工作的。是。所以我认为他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是，他谈恋爱有时候谈得太长，可能不适合，他自己都没有赶快切。嗯。我觉得人有多少两年三年很少，对不对？你一段两段三年四年这样过去的，男生也是一样嘛。对。然后你的空窗期又太长，复原期太长，我认为你应该把这个时间。交往如果不适合的时间缩短，对啊，然后把那个空窗期也缩短，你就机会会多。老师是说你要狠一点啊，对了，马上第二天就去拔一个。你有想要这样子，就是不要再留恋，让自己变坏，就说啊开，就是女生开心就出瓦郎鸡腰这样来一下。疯狂的想法，你不适合。不是叫你这样，不是这样，不是。我后来发觉我做不出啊。没有，像文云讲的，他说谈几次话就知道。哇，鸡腰鸡的厉害。我就要练到他进来，我就要一点。他起码很快就知道，你要练到就是说我跟你交往几次，三次、四次，最多五次，就知道可不可以继续下去。对，不行就切了嘛。你还没有把人家鸡腰怎样的，对不对？是，没有。我觉得小东最大的问题是，他就想要结婚，要不就想要成名的妹。对。有时候跟他去夜店把妹，就是你就是把来的妹，你都可以发现，就是他把眼觉得这个不喜欢，他就连理都不理，管他，然后自己在那落寞。对对。可是我觉得宁缺毋滥是对的。我完全就假设这个不是我的菜，我连废话都懒得跟他。对，没有叫你说一定要去找那个东西啊。假设你现在认识异性几个途径，你自己想一想，一个夜店嘛，一个朋友介绍，还有不可能婚姻介绍所嘛。他大众是那个谁啊？张克凡。没有，张克凡的妹都没有证。你不是都有去过吗？这个都是他先要的，对不对？对，这不是我。所以我跟你讲，我酒后讲大道理不是我的问题啊。那天我不讲大道理，我们就干在这里啊。对啊，没有主题，没重点。而且重点是，譬如说，张可凡找五个杯来，对不对？其他五个都是他要拔的。算了，不要再讲了。对。不，我讲一句话。讲一句话了，讲一句话。
想说，其实那个吴小姐这边真的可以试试看。你知道我在那个某个报社有一个专栏信箱，是。那么有一次就是一个母亲来讲说，她女儿32岁，然后是留英的硕士，然后多好，身高168，然后长得气质怎么样？可是呢，人家都觉得说她学历太高，身就什么太高，所以交的朋友。我那个帮她写的，我就。结果已经有十几个人，马上十几个人就男生或者男生的爸爸马上说要跟他做朋友。所以你要一定要男生的爸爸都要跟他做朋友。男生的爸爸说要帮儿子，对对对对，十几封信，很快一个礼拜内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机构是很好。还有几张有？他如果帮你把关，先挑选过，有7万多，你可以先帮他挑选过。7万多，有7万多位来。黄老师，你先叫两个给他看。都是大牌。挑两个，我的挖宝哪里来的？不能寻夜店模式啦。对，不能寻夜店模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你先叫。找不到伴侣，儿子是祸害。如果婚前有小孩，恋爱这件事情是一个阻碍。不是你儿子骂你啊？一上车他就锁，干嘛？想弄我爸？啊，爸，你狐狸精，这些女人这样。光帮忙，你们都没有曾经遇过想结婚的对象，或者是朝结婚这条路走吗？我常常遇到。你常常遇到想结婚的？他不是怕这种吗？穆小姐就是怕这种。我是你，我是你想，又是他想。我想结婚的对象，我曾经有一个很最接近，我们在一起大概3年，然后那个时候他还在读书，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时间差不多啦，然后我们身边都没有朋友结婚，但是我们那时候觉得说，最重要是父母。他的父母跟我的父母都很喜欢对方，我觉得没有长辈缘，那蛮好。为什么他应该 OK 的？我觉得结婚需要冲动，我觉得有时候没有这个冲动，没有这个冲动，然后在一起太久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到后来就是变得好像家人。我们现在还是很好，分手很久，但我们还是朋友，但是就反而就是。我觉得你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你要不要想太多，义无反顾去做这件事。但错过了，那我过了那个时间点。对。陈文，你最近有吗？啊？有过，有过。然后为什么没结？没有这个冲动。不是，就是我跟我们一直单身的原因是一样。啊、嗯。我觉得结过婚有小孩这件事实，其实在谈恋爱这件事上是一个阻碍。啊？对对对，真的假的？很多女生会在意，很多啊。对，但很多我碰到的对象，很多女生会在意这件事情。是，你儿子就骂你啊？我是不会，我是很屌。你一上车他就锁，干嘛？想弄我爸？啊，爸，你狐狸精，这些女人这样。打电话，爸，我的天，他人很好。他是有这种心机吗？原来我是这样，我靠！哇塞，这家里在演琼瑶剧，很怪吧？你一上车。跪，你转，爸没有扶他，我爸不在，就摸两下。我说，你现在择偶也会顾虑到小孩的想法吗？应该会吧。其实已经不会了，因为我现在很了我儿子的态度。就我儿子就是外国人嘛。他是尊重你的，对，他要鼓励你。但你要结，你要交女朋友，你的事啊。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看不下去，这样一直换，搞不清楚谁是谁。扯什么后腿啊？就一来了，爸，这个是谁啊？这是哪一位啊？那个哦，不能讲。这是姓陈还是姓王啊？不会，姓王还是姓黄啊？而且我觉得有小孩比较好，有时候他看女人比我准。哎，他给你意见哈？对，他看女人比我准。是，对。然后就把这种弄过。问你，我跟 Mountain 结婚生小孩对你有什么影响？你跟 Mountain， 我说真的最大影响就是现在每次跟你们聚会就觉得那感觉不一样。哦，你看那天那个跨年那天晚上，很好听，叫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一去都是小孩嘛，然后老婆怀孕什么。哎，平常我们这种局，我们就大家可以玩玩玩，天亮很嗨，喝得很嗨这样。我那天吃完饭我就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们喝那日本酒。我们喝了2瓶吧。我
在吃饭，我就妈一个好困，困到一个快最极限，你知道吗？嗯，还不到十点半，你是里面好无趣哦，突然困了嘞，不知道，气氛不一样，年纪大。年纪大是小孩嘛，小孩就不是因为大家都单身的时候，你刚开始没有眼屎，对不对？你是五分钟就有眼屎，然后一直跟我讲昆仑之战啊，怎么样？真的难以的事情。Okay. 没有，我觉得他们单身，就是大家都单身跟有很多结婚的，他的状况会变不一样，不一样，因为。都是结婚的局哦，大家的心态是很稳定，对，很稳定的在面对生活的所有一切，包括你的想象。可是大家都是单身的时候，只有幻想，对哇，怎么样？气氛是不一样，会很期待。那待会门打开，又是哪个女？对，你约的女生又进来，然后一直有那种刺激感。对，有时候你说不一定来是那个约的女生，一来管局，你太吵了。对啊，前几天在家就是前上个月在他家也是有一个局，哇，人很多这样，哇，也有妹这样。所有的妹都是生过小孩，那叫妹嘛？对，那叫妹啊，那叫妈妈。就那天跨年我他妈实在受不了，跟他说我真的受不了，我要回家睡觉。我回到家，我家又离那个101更近，你知道吗？那又可以101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台北嘛。你想说啊，11点半，我再撑一下好了，看能不能把这个跨年走完这样。就在59分睡着，我真的不行，后来我就真的告诉自己说。好吧，关灯睡觉，今年没有跨年的命，啪就直接睡着，很快睡着。嗯，可是以前这种日子绝对大家混到天亮，再无聊都混到天亮啊，散了回家，喝得很嗨这样，成天喝完就挂就困了。身份不一样，玩法生活就不一样。嗯，不是就很多，你看，比方说我们那天三个聊天聊得很开心，那Mountain突然说啊，我老婆发短信，因为老婆他老婆在楼下，我老婆发短信给我说小孩的奶没了，叫我回去买一下。对，可是以前就是大家约在一个局说我要先走，一定是哎，我带个妹妹，你知道？对，现在是我会，现在是哎，我去拿个奶，处理的事情已经不一样，对，一样会离开，那就差很多，你知道吗？女生也会变的，就是在对不起，我去挤个奶，我真的。对，我结婚女生朋友好恐怖，我现在结婚有小孩怀孕的出来，大家一阵乱喷。你没有，真的有，他就是你连交的女朋友，就是还没结婚的女朋友会跟在旁边啊，大家一起玩什么的。好了，结婚以后就是男生一个区，女人一个。对，而且讨论的话题都是小孩跟育婴、挤奶、怀孕，包括什么自然产还是剖腹产哪个比较好，自然产会裂到肛门之类的这种痛感。知道我没有问，你知道吗？我对啊，为什么练肛门？他们说骨盆小的女生会裂到，裂到不用裂到的地方。对，因为有女生也有便秘，也有痔疮，你知道吗？太用力，两个都一起爆。我有女生朋友，就是想问过分享这些生理上的知识，我不想知道，你知道吗？就是茶饭都吃不下去，然后他们就，而且他们都觉得他们有义务要让你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我现在对结婚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跨过那一关，你现在开始跟我讲，你现在一聚会大家就看到就叫裂到肛门了。而且我还讲说，这样不会很痛吗？他就说啊，宝贝，你相信我，到时候你已经不会感觉到那个痛了。对，裂到肛门，听说是像什么20根肋骨同时裂掉那样痛。哎呀，就表示你那些姐妹她都缝过，对不对？可是你很自私啊，你不想知道事情，在电视上呢，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一定要，既然大家都跟我讲了，我一定要有这义务散播出去。所以我们还是请这个卢姐给我们建议一下，这个单身哈、哦、要怎么样进入这个婚姻的境界。其实我觉得婚姻哦，虽然不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它婚姻虽然不是说每个人必经的选择，可它还是社会的主流啦，还是要有一个伴侣哦。那刚刚听到那个维明跟小钟的心声，我觉得你们的内心是非常诚恳的，跟一般的演艺圈的这个谐星给人家感觉不一样。刚刚是不是本来就不一样？你们真的不一样，你们的眼神就是很诚恳，想定下来。然后呢，所有条件呢，就是不要设得太窄。是。然后呢，选择的机会要多。所以先把这个自己的门槛降低一点。对对，低一点点就好了。应该是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可能大家不能接受。应该把你的眼光打开。对。不要很看一个小小的角度，对，要把角度多方面打开以后看，你就可以看到更多你之前看不到的好是好人。是不是这样？对。好，那个廖姐有什么建议吗？我想主要就是说，像我看要分开建议的。小钟，你一定要把所有交往不适合的时间缩短，空窗期缩短。你要尽量就是不断的去放开你的那个范围，拼命的去找。对，约会又不是没有干嘛，对不对？对啊，你不要三年多了，但是问题是你们要很优的、特优的什么那种东西，
那个那么重要吗？重要，老师真的很想真的，我要真的，不是每个人的坚持，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可是他很优的，是不是？人家也愿意跟他走入婚姻，还是有个问题啊？我都讲真话，对对，无所谓。他也许年轻啊，对不对？缘分嘛，不是老师，我现在最大问题都太年轻，你知道吗？哦，对，都在年轻。我觉得年纪大的，有时你不想去认识人家。你不是你认识不了年纪大的人，你知道吗？这里可以，这里可以，不要讲理由。不是他认识不了，真的。哎，你几岁？24，哇塞，你要不要回家休息？年纪大他自动过滤，没有，真没有，真的真的太小。哎，小木你也可以找老师看看，他们那边可能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对象的，没错，库他们有细心区哦。嗯，我觉得一区细心体贴区，我觉得试试看吧，试试看。但是最后我觉得婚姻还是缘分了，对，还是缘分了，随缘，缘不要强求，缘分，好不好？ OK， 好，今天谢谢各位参加活动，谢谢。让自己男友更爱自己的后路。不喜欢跟会跳舞的男生交往，为什么？其实跳舞男生都很滑。你讲这个话，我多专情啊！一个女人娶两次，你。